就完全配合翻佢一個金屬感嘅。下面嗰條裙咧，就因為係亦都係魚尾，想做翻嗰種感覺 ，high fashion 啲嘅感覺咯。係啦，咁佢身咧都會搽啲小領領，亦都係好似鵪鶉唇嗰種感覺。影啊，個影啊！一望前咁樣突然間係啦，咁樣就有少少。呢個位置想出點啫？咁你係咪要應該加再深啲 sharp 邊啲位置？如果譬如你啊，我想眼呢個位置深咗去嘅，你就加翻重少少，我就會再。或者你哋嗰隊都完成曬成個比賽，同埋完成曬個拍攝過程啦。咁依家心情點啊？好攰，好爽，好正，好神奇，好興奮。每次都坐咁耐翻咁長時間嘅。是不是笑話？是不是笑話？是不是笑話？聽老師說Candy老師呢都幫助我們很多啦，個妝和服裝啊、主題啊嗰啲咧，其實佢都俾咗好多意見。其實我哋咧喺呢個人魚主題裏面咧，我哋都改咗幾次嘅。咁原來因為你唔練習，你又唔知道出到嚟效果係點樣啦。咁係有好多嘢都係需要練習同埋學習。